记得两年前，子凤中国女子乐团受邀到新加坡为总统挑战慈善活动做筹款演出，热心新加坡的朋友们对子凤的支持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。是的，今年世界各地都受到冠病疫情的困扰，虽然今天是元旦前夕，为了公共卫生，大家都没有大事庆祝，但是今天晚上远在新加坡的朋友却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庆祝方式，公益直播，并且是为今年度的总统挑战受益团体筹款。是的，子凤很荣幸与新加坡的慈善活动再次续缘。下面我们先献给大家一首熟悉的歌曲，有请。谢谢。我知道。